我爱旅游，一向来都是参团旅游，省却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参团游团友的素质非常关键，我运气很好，每次都遇到不错的团友，所以每次都很尽兴。谁说参团旅游不好玩？看我们的在旅途上的表演吧。就是在十里茶山竹海那边拍的，所以说这边以竹为背景拍的电影呢也是挺多的。那我们去的九寨沟，我们来的蜀南竹海呢，都有拍过很多的这电影。那我们现在要去的乐山那边呢，也有拍过电影，是香港那个拍的一部戏，拍的一部戏。我姓关，是关云长的关 ，OK。好，我今天是带我的女儿，我有三个孩子 ，OK。这是我太太，她叫 Mrs. Gan， 嫁给我之后，她就问你她叫什么名字了，所以叫 Mrs. Gan 就可以了。那个叫小云啊，你记得小云就可以了。大家好，我叫 Alice， 我姓林，还有我先生姓陈，叫 Simon。Simon。三起来嘛，开心我们有机会在一起组团，好吗？好。哎，美女。你们记得找我们去啊？谁呀？你的还有谁？哈哈哈哈哈哈！你两个啊，好。大家下午好啊。好。小心累了啊，林永成啊，我是跟我太太，还有我的妻，还有个外甥女呢，一起来，还有我两个朋友，我六个人一组了啊，我们就是。很开心啊，今天玩得真的很开心，而且有个机会认识大家了，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再出游了啊。好，谢谢。好，要解不是翁桌嘛吧，桌子不是，大家早上好。好，早上好。我姓黄，乡下黄，我的老伴姓陆，陆地的陆。既然我有一分钟时间，那么我就谈谈我们几个，我们的导游，我们的司机。好。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导游。我接到我们的消息呢，其实才高八斗。哇。学问真是了不起，神通广大。那个我不知道，那个不知道。讲天文他能，讲地理他得，对，诸葛亮一个，讲历史更不得了，更滔滔不绝。讲佛教一级棒，更重要的。他能够出口成章，像你一样笑口常开。他是我们的梦想，最好，最棒，一级棒的导游，冇得顶啊，冇得顶。我也感谢我们的黄师傅。他把我们的这匹野马驾驭到四平八稳，使我们能够上车睡觉。上车。还有我们的 Richard， 也感谢你。他是我们的心理的先锋，反感的先锋。不过这一次旅行呢，我有点点遗憾，我上不了黄龙的五彩石。对，你一个人很多啊，我心里是想要上那边，
有点像啊，怎么讲呢？美中不足。上峨眉。啊，不到金顶，往上峨眉。有那种感觉。对。不过金顶我们一定会去，所以遗憾减少了一点点。要紧，明年再来，再跟小姐。跟小姐是跟小姐相约，明年再来。但愿如此。榴莲树吃不到榴莲了。其实我要感谢大家，通通 ，everybody。Your punctuality, your spontaneous laughing, your spontaneous clapping, give me a lot of happiness. Give my wife a lot of happiness. I think it also give everybody lots of happiness. I'm very grateful. 就好像啊，小喜讲的，要感恩。Thank you very much. 这个女生讲得很好，这鬼是老师哈，出口也是可以成长的。OK， 我的华语讲不好了，我用英语讲可以吗？可以。OK， Good morning, everybody. 我是阿爹。I'm Peter, and my wife is Rose. Hi, Rose. First and foremost.I would like to thank, first and foremo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小许、师傅跟 okay, in order for a tour to be successful, actually there are very few important factors. First and foremost is our tour leader and also the group, you see. So far, we are very happy with everything, especially,our tour leader. He is very knowledgeable and he brings us a lot of happiness. And I believe everyone is also very happy with each other. So, from now onwards, I hope you will be from better to best. Very special. Hello, 大家好。我姓林，双木林，然后太太是姓陈，陈林满天下，你不知道。其实我感谢都给他们讲完了，我都不能讲什么。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觉得很重要的事就是说，当我太太那天呕吐的时候，我一直关心她，一直慰问她，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觉得其他人想哭。所以戴黑眼镜啊，是不哭啦？我戴黑眼镜 ，sorry。是我不会去感谢王师傅，或者是感谢我们的领队，我们的小许，因为他做的太好了，我不懂怎么讲了，太好讲不出话来。所以其实你们每一个团员都很好，尤其昨天那天黄龙下来的时候，我太太真的是我服侍到他，我都不懂讲，因为我拿了好多个纸袋，超过十个。而且这个团真的是每个都很欢喜大家，尤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很高兴很快乐。人最重要是欢喜就好了，大家谢谢。好，我希望大家都这样欢喜下去，永远都这样高兴下去。好，希望我们还有机会会在一起。好，一个缘分啊。百年修的同船渡啊，这个天修的共同结缘，对啊，这个是缘分啊，缘分要懂得珍惜啊。其实出来旅行最重要是 happy， 发过牢骚之后就 happy 了哈，我们就不要把东西继续往前带，就没有意思了啊。OK， 好，我们下一下。代表我们女人 ，OK。我是被 volunteer 出来的。是不是 one piece up？ OK， 我先是姓洪，我本身姓黄。哇，好黄！二十年前吧，结婚以后，我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
然后我的 staff 就我的员工啊，我的同组人就跟我就叫我陈太太。我说哈，你们不是刚刚去了我的婚礼吗？我的先生姓红哎。他说红再加黄不就是 orange 咯？结果就叫了一个那个陈太太，睡觉了一个礼拜。OK， 讲到这个团，我来了中国好几次了，然后要讲说这次是最开心的。我们有好多开心果，然后也是最狂妄的一群。虽然是有蛮多上年纪的团友，不过我觉得好年轻哦，你们每个都好年轻哦，就像莉莉尔都不懂，她孩子19岁了，我还以为她30多岁嘞。梅姐，莉莉尔，我的开心果，对，我们的开心果，对，看不错哦。OK， 这样离掉我们下一次的 dinner 就 on you 了。赞成。那感激跟感恩的话，对黄师傅还有小许就不多了。Mr. Wong 讲得太好了，都没什么东西好讲。只希望说下一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共船共车游。好，谢谢。早上好，我姓我的班呢叫 Rain。我们大家认识了20几年，但是第一次出游，都很开心。好，谢谢。这姐，你遗憾呢？Hello， 大家早上好。好。我姓苏。姓苏。苏东坡的苏东第几代？我太太姓郑，Gary Stay。来。挥手。李师官讲得很好了哦，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我不是有墨水，我只有弄口水。不要有口水。因为我们去参加了那个龙沟九寨沟的那个。啊，不讲唱歌了。没有了，来叫你老婆唱。大姐好了，我姓傅。这次是跟我姐夫姐姐啊，他们来跟他的朋友一起参加这个团，是我参加最多的是这个团是最 happy 的。还有嘞，全部也是给他们讲过了啦哈。还有了哈，哇，遇到一个几年的那个学妹呀、很高兴那个。那是我。关太啊。啊，以前很久，几年前哈、很久了哈。说谁讲话？不可以讲，不要讲，不要讲，秘密。一起同校的。好了，我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等了很久了，怎么还没到我？Hello， 大家好。开心果，欢迎你。Kiss me。首先呢，要拍照的，因为有弟弟弟的。首先呢，我本人呢就不喜欢参加 package tour 的，我的 tour 都是 free and easy 的。可是因为中国嘛，我真的不大放心，所以我就参加了这个团。那么呢，我报这个团的时候呢，我朋友都说不要去了，这些都是老 COCO 团的。老人团。老人团啊。可是呢，经过这次的经验呢，我会回去的跟他们说，老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么开心的一帮团友一起玩。这个话呢，就是我从小许身上呢，我会带回去一个精神，就是敬业乐业的精神。因为从他的身上真的是体会到这一份的感觉。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机会的话再一起旅行的话，就是在小许退休之前呢，我们再来一次报他的团，可能就一起去再旅行过一次。对，还有最后就是真的很开心认识这么多位，尤其是那天牺牲了去九寨沟坐小公共巴士那六位的朋友，真的很感谢你们。对。
个，还有小雪给你一个啊，我的，再一个，再一个，给你一个，给你一个文。就是今天早上呢，我有机会跟那个六个团队的小车的，也其中一个朋友吃早餐，那他就问我们在搭车的情况是怎样，那我就跟他说，我们每天都有故事听，每天都有歌听，因为小许会给我们讲故事，所以其中一位团员就说，他昨天呢，特别是很欣赏，就是很喜欢跟在你的旁边，因为你讲故事解释了很多，所以他体会到我们大巴士应该是每天都有这些的，因为代表我们给小姨一个拥抱啊，那有什么话题？也是这堂师傅昨天从那个小黄龙吗，那个很茂雾的地段把我们安全的带下来，谢谢你。好了，王师傅有礼貌一点，再起来拥抱一个。OK， 师傅 ，I'm Alan， 我老婆是 Regina， OK， OK， 每次来中国都是参加 Chan Brother 的，因为 Why？First, they are good. They are very, very good. Okay, 10 years back, I came with them. They are also good. Okay, hotel good, food good, also service good. Okay, 大家好，我是姓齐。齐的姓齐，姓齐的人很少啊。齐什么？我是啊，陈齐的齐。齐齐大圣的齐，齐神大圣的齐哦。我是啊，读音校的啊，国语就不大好。可以听得懂。所以啊，我跟着太太也认识很久了，是啊，他小时候啊，那是到。哇，亲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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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开心啊！你妈来开心嘛！石光啊，听石光讲他学啊海南话。从今天开始啊，我就叫他啊一句一句的啊海南话啊。OK， 第一句是。第一句是啊，孟家。你好啊。不能啊，学啊，想啊，孟港啊。孟港。是这样啊，什么你都讲了啊，娘娘。上天是大概为广大广为小酒囊小酒围，一个公男大公公，一个一开大公男开大。好好听海南话的地方啊！哦，对，来下一位是谁？镜头，嗨！是啊，海南话跟潮州话，我觉得这两个最难学的了。对呀、啊。他们讲客家话难学。客家话就容易。啊，他会讲就对了。啊，来，太聪明了。大家好。我也是海南人。哦，苏吉南。巴蒂，海南人。巴蒂跟苏吉南。OK 啊，真的很感谢大家哈。这个是我第三次来九寨沟。啊！有什么？那时候是冬末，然后我没有看到秋，也没有看到。全部都是博大博大的，博大博大。有一切我觉得观光博大博大，观光博满意啊！好像你见证观光啊。那我第二次来，因为我要去海螺沟，然后我还要去那个康定 ，OK， 那条路，但是也是有一点失望，因为去了海螺沟那个，因为那时候藏族在乱啊，然后康定去不了，那个丹巴也去不了，丹巴也去不了，后来。这次我说我要来了，因为我要看秋对第二点呢，我要看苏南住海还有金顶。OK， 好。那个是这个是十年后的事情啊，所以我今年是61啊。哎塞！然后我家里人很担心，我孩子也是，你可以吗？我说我要去，
但是我可以的啦，我知道我的极限了，所以我黄龙我不上，我知道我不可以。啊，那个，你就说金鼎你可以，可以的，我告诉你你可以，好啊，你陪我。我是很高兴啊，这一团大家都好，因为我也怕我会连累到你们了，但是我知道我的极限，所以啊，在上面我一直头痛的，所以我跟你讲，买氧气，买氧气，那个真的我需要的啊，所以不过看到秋了，阿马爷哦，说我希望我可以上金顶，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一定要谢谢他们了，小徐啊，黄师傅还有林晨，上不了，我刚你上去，刚你上啊，刚你，哇，一起出来，噔噔噔，噔噔噔 ，Hello， 大家好 ，OK， 我姓杨，我跟我妹妹 Helen， 我是 Jenny。哦，我是第一次来中国 ，Helen， 我跟我妹妹一起出国，每年都会定一个时间出国，很高兴认识大家。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小许、王师傅、林俊，还有大家，今天很开心，这个托很开心，真的很开心，谢谢。大家不欠得少哦。你漏了谁呀？这里很感谢我妹妹 Helen。我们其实在一起时间不会很长，可是这个托，我真的很衷心感谢他，跟他一起出国，谢谢。不是不是，所以啊，小心讲不得影响很大啊，为什么呢？那叫我们要懂得感恩啊。其实真的是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懂得感恩的话，你会很 happy， 就像我们开心果从头笑到尾啊。好，下一位来，下一位要懂得惜福，就像我是跟我老婆讲，你要懂得惜福，你在活在福中不知福。他每次都讲我要找回我自己。我是跟他讲，你再嫁给我那一天，你已经没有了自己了。谢谢你，大男人主义啊！Hello， 大家好。好。我真的觉得我们大家好像几个影呢。几个影？几个影？错。我的姓名是帆 ，OK， 介绍我会用英语方便我，对，好，对，好，我觉得我的华语不太好，OK， 啊 ，I'm with my wife Florence， I have a daughter John， I have a son John， he's not here at the moment， he's busy doing his own freelance graphic work， we are basically engineers trained. For me, I'm currently did early retirement to take care of my own health. I'm always very thankful to my wife who is supporting me at the moment, but she also will be retiring soon. We love traveling, and every year we also do a travel. And like media, we also like to do free and easy after having done many package tours. And coming back to a package tour, we are also very concerned, especially if you want to go to Chuzaito. I say, initially I was actually planning a free and easy trip. Then I know that this is a peak period. So I was thinking through my own research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all that.I think it will be a terrible one if I'm going to depend on a taxi driver to fetch me around, and it's quite expensive, frankly. So finally, I decided, okay, which tour should I take on? And I'm thinking, okay, I think the best maybe is Chan Brothers with the reputation we built. And I'm really happy that I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And whatever I express on this tour package, I think by everyone,I perfectly agree. I think this is a fantastic group, frankly. With all the cooperation, with all the timekeeping, and with our happy lady there, and various characters.
really we are Chikaid. So we certainly enjoy. 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we think that can be better, but always, I think there'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we should always approach it in that manner. I think that is a very good way to do. And for this trip, in fact, it is our pre-travel trip for a cold holiday. So next month, together with my wife, actually we also supported Chan Brothers' sister company, Chan's Travel. So we are actually going to Finland to enjoy the next season. Nice place. So we'll be looking at some of the Christmas celebration, then the noise of snow, staying in the snow and all that. Thank you very much. I hope you enjoy. Thank you to our tour leader and our tour coach driver. They did a fantastic job. Thank you very much. 讲英文跟讲华文，没有人讲潮州话。Hi everybody， 我是 Jenny， 老公穿了单，老公呢？说一下。你们只要讲潮州话。还想啦，爸爸的嘴巴会一分钟嘞。讲潮州话，你们会听吗？会。小姐不一定啊，没有办法，因为小姐是我的英雄，我要讲华文，对不起，我很感谢小姐，真的真的，谢谢你，我们真的很开心，还有师傅，谢谢，好了，没了我了，那个小姐，这是他的代言人。我是他的代言人，因为他的中文比我烂。我是 Lucilia， 老公是 Andrew， 还有我的妹妹是Jasmine 和他的海南的老公 James， 对，是海南人。哇，这样都海南人哦，不能乱讲话哦。还是海南的了。介绍我们自己，我跟Andrew， 是新加坡人，不过我们已经移民去这个加拿大温哥华。温哥华呢，加拿大的风景也是很美的，对不对？那如果你们想要来呢，来拿我们的 email， 以后我们可以做导游。做导游啊，哎呦，抢饭碗。我喜欢我的父母，我知道他们喜欢我做些什么，所以一样的，我知道上帝要我做些什么我就做了，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做，而是我愿意做。最后呢，我要对大家说，我会替全部人祷告。那么我要谢谢小许，谢谢王师傅，谢谢 Richard， 还有真的话，每个人讲的，我觉得这个 coach 这个 tour 呢是很好的。我也跟 Lily 一样，我们不做 package tour 了，去了美国，去了加拿大，我们驾车不做 package tour。不过这次真的很开心，谢谢大家。啊，我的华文讲的不大好了，可以了，他是可以唱一两句。开始唱歌了。我要唱的是一个陌生的女孩。哇！本来我跟着 Lily 上台了。有个陌生的女孩，我们时常见面。当她迎面走来。他像一片云雨，没有飘过蓝天。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辛苦了。
James. Together with me is Yasmin. So we are here for the tour. And like to say, we are very happy. And we have encountered many funny characters. I'd like to thank the tour guide. He's very knowledgeable. And we have a very cautious driver. So once again, I say thanks all of you.公交车满满是，边站到一起，点心吃则听开始，那叫声声面，我叫声来等笑脸。十只灯个追，三只爹爹要拿来，几只爹正出世，哈、啊，你不老，哈、啊，人是少年家，二只、三只、四只。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哈哈哈哈哈！唔通家己感觉老，唔通家己感觉老，啊，人是少年家，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朋友往前面走，那不要犹豫了。